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44面最后一行。甘露灌顶受位，甘露者，天人所食之美露，味甘如蜜。这可是化工的水所言之种种妙法，世尊为我们举几个例子，这是最后的一个例子啊。甘露，天人最美的饮料啊，它好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啊，这人间没有啊。那么佛给介绍给我们说呢，这味甘如蜜啊，我们人间呢，蜂蜜是很好的饮料，用这个来做比喻啊，当然怎么比喻也没有办法比到那么真实啊。光明文具五的第五卷，甘露是诸天不死之神药，摄者命长身安，力大体光。前面一般的介绍是天人最好的饮料，这一段介绍的是甘露的功德啊，它有哪些好处啊？确实是诸天的神药啊，摄者呢，命长，这就是长寿，身安，身体安稳，健康啊，力大，体光啊，这身体放光，可见的甘露确实是好啊。难怪天人这样的重视他啊，喜爱他啊。灌顶受位者，显教为等觉菩萨，将如妙觉之位啊，将如还未如。一切十方佛以智慧水灌菩萨顶，水是比喻啊，这个灌顶，密宗里头的灌顶，水只是表法，实质上呢是最上之法。传授给你，这叫灌顶啊！顶是最高的，至高无上，代表法。顶法灌是传授给你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是大乘里面的顶法，
至高无上，连华严法华，最后啊，都归无量寿。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法华经》里面，最后啊，也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啊，我们晓得甘露顶法就是比喻这一部《无量寿经》。那么，《无量寿经》，我们用真诚心、恭敬心，从头到尾念一遍，那就是阿弥陀佛。设方一切诸佛如来，以智水灌顶一次。你一天念一遍，就接受一次灌顶。早晚各念一遍，你早晚都接受诸佛如来的灌顶。这是真灌顶，这不是形式，这是实质。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不是接受上师观点、活佛观点，我们是接受阿弥陀佛、十方如来。啊，一定要珍惜这个因缘，别错过了。如果是自己的体力衰，或者年岁大了，无量寿经太长。啊，不能完全读诵，那就用我们净宗朝暮课诵的办法。你早晨呢就念第六品48遍，晚课呢念32到37品，啊，也是弥陀诸佛给你观点。啊，也可以用小本阿弥陀经来代替。啊，早晨念一遍，晚上念一遍，都是如来替你观点。你自己不知道啊。啊，临命终时佛来接引你往生，你自己都不知道你那个福报从哪来。每一天接受诸佛灌顶，佛知道你不知道。啊，那么你今天明白了，你就知道了。啊，一定要珍惜，一定不能空过。啊，诵经、念佛、礼佛。啊，是我们的日常功课，一定要每一天坚持，不能间断。灌顶受位呢，这是显教等觉菩萨，最后这一品。生相无明的习气断尽了，啊，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他要升级了，升到妙觉位，啊，就是究竟果地，是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啊，入这个位置。所以十方诸佛这个时候都来加持他，啊，这个加持就是以智水观菩萨的。譬如转轮圣王取四大海水灌太子顶，常言太子已受未尽，这叫灌顶受位，啊，用这个来做比喻。世界
古印度的国王登基啊，就是我们讲就职啊，在就职这个时候，国王给他灌顶啊，如果国王过世了，太子在登基啊，这是由国内德高望重的大德啊，宗教里面的大师来为他灌顶。证明他已经接受王位了。那么这叫灌顶受位。又密典，密藏纪钞啊，这是密宗的。以水灌顶，名甘露灌顶啊，这世间没有甘露。用泉水啊，清水中干净水啊，洒在国王的头上啊，国王登基的时候啊，这称为甘露灌顶。大日经书曰：今如来法王啊，一佛如是啊，菩萨等觉菩萨受妙觉的果位，妙觉就是究竟果佛啊，那么也有这种理解啊，如来法王亦复如是，为令佛种不断故啊，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顶，令佛种永不断故。佛门弟子，无论是出家是在家，一定要常常想着一桩事情，那就是续佛慧命，正法久住。靠谁呢？靠自己啊，绝不能把这个事情啊推给别人，推给别人你会失望啊！实在讲，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自己客气，不敢承担，都推给别人，让佛法在这个世间灭了。啊，个个都谦虚，我不行啊，我没有智慧啊，没有德行啊，我怎么敢当这种大责任呢？啊，人人都推，最后佛法灭了。啊，为什么要直下承担，不能推给别人？佛在大经上，你说讲多少次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换一句话说，你本来是佛，你为什么不敢承担？你本来成佛啊，只是你现在一时迷惑啊，起了无明烦恼，你一设了自信，并不是真正设了啊，佛菩萨看得清楚啊。
啊，你道道地地是一尊佛，啊，所以诸佛菩萨呢，是希望我们个个人都能直下正道，啊，承担过来之后，就得认真修学。啊，每一天认真的学习经教。我这里不说读诵，我这里告诉你学习。读诵是什么？学习成就了，读诵是天天温习，不忘记。啊，对于经教一定要了解。我们不是上上根基的人，中下根性的人，得要用笨办法。笨办法就是不怕辛苦。啊，第一遍学这个经，啊，这里面生字很多，要注意。很多词句子不懂，要注解。啊，详细注解。古大德的著述都很多，啊，黄念老这个注解，引用了经论190多种，啊，所引用的有些有相当的深度，啊，好在引用这些经论呢，都有祖师大德的著述。啊，那么这些多半都收在净土丛书里面，啊，找大藏经太多，啊，净土丛书古人已经给我们把这个路铺好了，我们省很多事情，啊，把这些东西查出来，啊，让这些意思我们都能够懂得，能贯通。第一遍是比较辛苦，啊，第一遍做好之后，那以后每一天读诵就是温习，啊，受持读诵啊，受持是学习啊，修行。最重要的那个字就是习，习是什么？练习，在生活上练习，在工作里面练习，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练习。啊，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经里面所有的教训。变成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行为，全用上了，自然不知不觉的就契入佛的境界，啊，把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啊，全自己受用了，啊，变成自己的了。啊，心是佛心。啊，佛是什么心？净意三福里面前面两句，那是根。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就是佛的心。父母扩大了，师长的意思也扩大了。啊，菩萨戒经里面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这个孝
就遍法界虚空界了。啊，孝亲如是，尊师亦如是。一切众生皆是如来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要不要尊敬？要不要孝敬？对经上佛说，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一切众生给我们就是这样的关系，能不孝能不敬吗？啊，真正有孝敬。孝敬，所有一切功德就圆满了。啊，无量无边的德行都是从孝敬里面生出来的。啊，孝敬是大根大本呐。啊，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今天所犯的一切错过，确实把孝丢掉了，敬也没有了。这一般讲什么？心坏了，不是孝心，不是敬心，不是真诚心。所以学圣贤之道，学佛菩萨，总是个个不如。啊，读经多年，不明其义。啊，听教多年，不能开悟。原因都在此地，啊，把孝敬丢掉了，事出世间法，诸事大德，都教导我们要从根本修啊。根本就是敬业三福，三条十一句。不但是净宗，整个佛法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没有这个根。啊，你当然学不会呀！啊，我们对人没有慈悲心，不懂得十善业。啊，净业三福头一条教给我们的，一句都没做到。啊，所以多少人说我们学佛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没有道理，你没有根呢。啊，第一福人天的根，你想想这个多重要，这个根没有就不能做人了。
这一生侥幸得个人身，来生决定得不到，不是没有具备做人的条件。做人的条件就是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做人的根呐。这四句做到，你不是人生呐。第二条，二乘根，声闻缘觉。要做不到的话，声闻缘觉他得不到。第三条，大乘的根。第二条必定有第一条，第三条必定有前面两条。他才能上得去，没有下面两条上不去啊。佛说得很清楚啊，这三条啊，他老人家讲，三世诸佛敬业真因。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敬业真因。换一句话说，过去修行成佛的，现在修行成佛的，未来修行成佛的，都不能违背这三条。违背这三条，你的根没有了，你怎么能成就？所以我们要想佛种不断佛种子是在哪里呀？佛种子就在我的心中，佛种子就是我自己。你只要遇到佛法，有这个缘分，你就是佛种子。你能把这个佛种子培养好，正法就救助。佛法就不断如果自己不认真的学习，正法就断了，佛种就灭了。我们不能不知道修行最重要是心清净心、平等心、觉心清净是一丝毫都不染着一定要晓得天下本无事容人自扰之容人是迷惑颠倒自己找烦恼自身烦恼没有烦恼烦恼在哪里你认真去找，最后肯定是觅烦恼而不可得。所以烦恼是假的嘛，它不是真的嘛。真的你会找到它，假的找不到。也是迷惑而造成的。觉悟就没有了。保持清净心，保持本来没有事情的心。你心里头本来没事。不要去攀缘，不要去拦事。
啊，用清净心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是大事，这是最重要的事啊，其他的全都给放下。古人告诉我们，知识多是烦恼多。告诉我们，别多事，多事你心不清净了，你清净心失掉了，清净心是佛心，染污的心是轮回心。啊，也不必认识很多人，一切人与事用平常心对待，平常心是真心，平是平等，常是永恒不变。守住戒律，守住伦常道德，中国传统的伦常道德都在佛法戒律之中。要修忍辱，什么都要忍。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布施，这三种布施，修福修德了。啊，忍辱呢，能够保持你的福德，而不失去。啊，大家都听过佛法的常说，火烧功德林，火是什么？烦恼。怨恨嗔恚，这个念头一生起来，功德就没有了。功德是什么？是戒定慧，就没有了。啊，功德很不容易修啊。一心常住戒定慧中，功德才能够增长。戒定慧失去了，功德非常非常不容易成就。啊，这一桩事情啊，不能不知道。人真难，可是你要知道万法皆空，那就容易了。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忍辱就成就了。前面我们才学过的我空、法空，我是正报，法是依报。啊，只有自信，是常是业，设法界一真庄严。非常非议了，假的不是真的啊！你要认真，就生烦恼了。
你晓得是假的，随他去吧，没事。啊，你就得自在了。随他去吧，是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众生是一切现象，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那通通随顺。啊，没有计较，就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计是分别，较量是执着。啊，我们讲没有计较，就是佛经上没有分别执着，你就得自在了。啊，所以心开意解，法喜充满了，你就得到了。你虽然在世间，你享受的，你过的日子，是佛菩萨的生活。啊，饮食起居越简单越自在。不要给自己添麻烦。啊，我学佛非常之难得，老师给我做示范，老师所教的他自己做到了。啊，我们天天看见了，老师就跟佛陀一样啊，佛陀天天做给我们看了，你看饮食起居简单到什么程度？每一天出去徒步，啊，别人供养的他都欢喜接受，没有挑剔，啊，一钵千家饭呐，真的不是假的。因为偷钵偷来的时候，不是偷来就吃啊，不是的，啊，偷钵回去之后要回到大众，啊，在树林下大家在那边集合，然后把所偷的饭的时候饭食通通汇归在一起，再到里面去挖，你看看1255人，每个人不是千家饭吗？这话不是随便说的呀。他都混合在一起，大家平等。啊，孤身万里游啊，过得行云流水啊。啊，那么在中国，啊，中国人不是没有不实行这个托钵制度啊，因为中国人尊师重道，哪有学生让老师出去托钵，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一定好好在家供养啊，虽然好在家供养，佛的基本条件没变啊，寺院丛林每一天吃饭，一个菜呀，一菜一汤啊，大锅菜呀！啊，你看传戒的时候，过堂啊，还有这么一点样子。啊，是过去呢，每一天日常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一点都不麻烦，有多少菜煮在一锅，这是佛菩萨的生活，哪有那么多麻烦事啊？
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给我做实习，我跟他10年，我看他那不是假的，他是真的，一天吃一餐。他的饭菜汤一锅，一小锅自己煮。我们那个时代用煤油炉子，那就很现代化了，很容易点着。我看他吃饭，从点火，到饭吃完了，那个小锅刷干净了，收拾干净了，半个小时。不浪费时间的，真自在啊！不麻烦人呐、95岁还自己干呢、自己洗衣服，自己烧饭呢。虽然是个在家居士。过的是出家人生活，我跟他在一起，不是听他讲经受感动啊，是感他能够把经教落实在生活当中，这个令人感动。他讲到的，他全做到。只是我们这些学生呢，没有学到，这是真的。他也不管我们学到学不到，他就是这种生活，一辈子过到底。他一天吃一餐，早晚都不吃。身体健康长寿啊！我们这些学生估计老师至少也120岁以上啊！79岁走的，2次食物中毒，他走了。这个食物中毒，他自己很清楚，很明白。也许自己本身是个很好的医生，他是中医，他用解药来解毒。第一次中毒化解了，没事。半年之后第二次中毒的时候，回去用解药的时候，毒已经扩散了，来不及了。回去用解药的时候，时效错了，来不及了，这亏吃大了。那我们不是医生，不懂得解药，我们不敢吃，他敢。我们吃东西闻到变得味道了就不敢吃了，他还是照吃，慈悲呀。别人供养他的，他晓得。这个面食这有问题，胃变了颜色变了
啊，所以我们看的人，我们不敢，他敢。啊，在生病的那一段时间里头，我就看他几次，每一次都叮咛我、嘱咐我，不要上馆子里吃东西。啊，馆子里面东西不干净。啊，我印象很深的，他说了好多遍。啊，所以卫生是有必要的。少病少恼啊！啊，当然最重要的是心。啊，我常常劝导同学，这个事情我们得真干，要把这个事情当作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那就是把心安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上。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要真做到。啊，那你的心好啊。啊，好心里面，你是第一等的好心。为什么？一切佛里面，你看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你的心是阿弥陀佛。这是世出世间人心第一好心呐，我们可以做到啊，人人都可以做到啊。无量寿经是第一经啊，啊，在现前这个环境里，特别选出这一部经，啊，来与有缘同学们共同分享。啊，让我们对这部经熟悉、明了、通达无碍。啊，经就是自己，自己就是无量寿经。那果报，你自然就明白了。你的果报在哪里？你的果报在极乐世界。不在别的地方，功夫用得纯，用得得力，一年两年决定成功啊！啊，这个世间种种灾变与我们不相干呐，我们没事啊！啊，灾变来了。可以先走，啊！我们念头一动，想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立刻就来接引。啊，为什么？我们的心愿，心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是真的，一点不假了。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啊，佛菩萨怎么会骗人呢？哪有这种道理呢？
啊，世间的事尽量少知道，越少越好，少烦恼。世间的人尽量少认识，没有必要。遇到人都劝他念佛，都劝他求生极乐世界，都劝他学习无量寿经。这就好了。古人教导我们，一人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我们这一门就是一部无量寿经，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简单的。啊，越简单越不可思议。啊，你看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我们学习了之后，求生净土之心呢，自然就生出来了。一心生不起来，是对他不了解，不认识。真了解，真认识，哪有不愿意到极乐世界的道理？啊，所以今天这个地方，佛种不断，正法久住，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使命，都有这个责任，一定从自己做起。啊，这才是真的。把这一桩事情付托给别人是假的，你肯定会失望。下面说，为顺世法故，啊，随顺世间法，由此方便应持之法，啊，随用随灌顶呢，这种形式都是属于表法，啊，用这个形式的表法。换一句话说，这是方便教学，我们要懂得里头的真实意义。从此以后啊，一切身中行所敬仰，一至此人毕竟不退于无上菩提定少法王之位。啊，这就说明佛门里头为什么用这些仪式。仪式是给做给别人看的。也就是说，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这就是意识。啊，不能给众生做坏样子。啊，做坏样子，那就造孽了。啊，把经教里面的好样子，我们身体力行把它做出来，啊，不信佛的人看到也会受感动，感动就种了善根。又密藏偈曰，菩萨初地乃至等觉，究竟亲缘佛果时，啊，初地到等觉已经很接近，啊，51个位次，前面40个位次已经完成了，初地是第41个位次。
等就是最后一个位次。啊，十地加等就这十一个位次，最后的十一个位次，逐渐逐渐的与佛果接近了。啊，在这个时候，你看，诸佛以大悲水灌顶，即自性圆满的真佛果。诸佛真以大悲水来灌顶吗？真的。你看不见，你没有觉察到，那是你的心太粗了。我们常讲粗心大意呀，你没看到啊。你要是细心观察，你就发现菩萨每一天所思的、所念的，就是诸佛给他灌顶啊。菩萨跟凡夫不一样啊，尤其是地上菩萨。念念流入萨婆若海，无论他修哪一个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平等啊。成无上觉。啊，每一位大菩萨到最后，无论哪一个法门，大多数是回归到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好比是大海，八万四千法门好比是河流，哎，全都流向大海。啊，在华藏世界，文殊普贤必然道归极乐。啊，道归极乐才究竟圆满，那就是妙觉位。正妙觉位就跟常寂光合而为一了。融入自性，回归自性，究竟圆满佛，所以是自性圆满的真佛果。这个佛果是妙觉啊！这是把举的例子到这里讲完。下面做个总结，你看，如上种种微妙法印，皆是水波自然之神。啊，这个水会说法，说什么法？你看，举出这么多例子来讲，他真会说法。啊，无情说法，水是矿物啊。遍满国土，池水树林，细叶妙音。所以极乐世界是六尘说法，妙极了。啊，我们所六根所接触的境界，
全是佛法，所以你不会退转呐，你进步就快了，啊，你成就踏实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闻声得业，啊，极乐世界的天人、菩萨们，听到六尘说法，他得什么样的利益？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呢，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呢，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是将他所得的利益，啊，这段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段，啊，右面这段经文。名闻者得业，啊，听到法音就得利益了。我们今天真的最困难的，闻法音不得利益。如果得利益，决定得念佛三昧，一般来说，啊，大乘家常讲嘛，慧目，慧目，啊，真会听。他契入境界，不但理解，他境界跟着就变了。闻断悟，悟真断了；闻修善，他那个善念、善心，他就生起来了。啊，跟着这个身教转境界。一部经没讲完，他已经证果了。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啊，经讲一半，听经的人证果了。他转得快。我们都知道有一部《六祖坛经》，慧能大师听人和尚讲法，那不就是听一句转一个境界吗？听两句又转一个境界吗？经没听完，老和尚只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大彻大悟。他证果了，证的什么果？大乘圆教初住以上。啊，我们一般讲佛果，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他是真佛，他不是十法界里头的相似佛，更不是六道里面的观行佛，不是啊。他真成佛了。你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呢？没有别的，放得下。他把执着、分别、妄想，就是起心动念，一下放下，顿时舍掉了，顿悟顿证，也不过就是两个小时而已吧，凡夫成佛了，我们为什么不行呢？放不下，听了是听的，这是佛给别人讲的，不是给我讲的。与我不相干，所以听一辈子都是佛给别人说的，与自己不相干嘛，所以自己还是那样子，还是凡夫，依旧是轮回心，天天干轮回业。出不了六道轮回想想慧能大师，他两个小时从六道轮回凡夫生，一下就升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真真不可思议。他能做得到，我为什么做不到？我们的痛定思痛《华严经》上佛说的很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一句话说破了。慧能大师没有别的，就是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一时放下，他就成佛了。确实，成佛不难。一念之间，难在哪里呢？难在了解事实真相。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大乘佛法知难行易呀。你为什么行难？是因为你不知，天天听经不知道，没听进去。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李老师告诉我，有人读经听经听了一辈子，到80岁90岁，临命终时还是糊里糊涂的，一生呢没搞懂啊。这种人呢很多啊，大有人在啊。为什么念一辈子、讲一辈子、听一辈子，都没能契入境界？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我没放下，我所没放下，我是烦恼习气，所是五欲六尘，一样都没放下了。
所以一辈子不要搞了，啊，只是阿赖耶里头落个佛种子，啊，说实在话，这也非常难得。你的成就还在来生后世，啊，这一生不能成就。我们今天非常幸运，遇到净宗。净宗，如果你真心、真正愿意去，你这一生决定能成功。啊，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无量寿经细讲。讲清楚，讲明白。啊，目的在哪里呢？目的让大家对西方极乐世界有真的印象。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才会真正发心。啊，只要一发心，无量界的烦恼习气都能够消除。啊，没有办法断。能扶得住啊，扶最重要的是放下，是忍耐啊，放下不能忍耐，他又现前了啊，忍耐现前永远扶住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有个高度的警觉性，那就是烦恼习气一现前，南无阿弥陀佛，赶紧用这种归到这个佛号上，外面放点放下，不要了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念头里只有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把这扫得干干净净，全扶住了，你就能往生啊。断不容易啊！我们没有能力像慧能大师那样的，他是断。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给我们实现的是断，都是顿舍。啊，这在佛法里面叫上上根。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能一句佛号。把烦恼习气扶住了，控制住了，也算是这个时代里头的上上根人。啊，我们心里没事了，没有任何牵挂，啊，没有到什么程度呢？不再执着生生活。这是根本，不再执着啊！我所有的这一切是为我所，全放下了啊！我有财产，我有土地，我有房屋啊！我有权势，我有眷属，全放下了。啊，恢复到你原本的清净无为。啊，这些心身外所有的，都是因为你有身而后，你才经营的。不知道这个经营给你带来障碍。增长你的烦恼习气。啊，这个烦恼习气就是分别执着。你没有，你不分别不执着；有了，就分别执着。所以应该怎样看法呢？有随他去，没有也随他去。一切随缘，不操一点心。这叫随缘妙用。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呢，他就是这样用心，所以他心永远清净，永远平等，不生烦恼。
是处是法，他样样明了。啊，丝毫不会错乱。啊，一切时一切处，他智慧用事。啊，或住在这个世界，或到极乐世界，一切都随意。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他说：“你这些事情，这一生的事情，全交给佛菩萨，佛菩萨安排。”自己什么心都不要操，我信老师的话，依教奉行呐。啊，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少烦少恼，啊，这真的。这是方老师前世说，方老师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晚年一心在大乘，一心在无量寿啊，这一部经，我想在今年10月前可以讲圆满。圆满之后，我还在这个世间，我再跟大家讲经，就这部经的精彩断片，跟大家分享。因为他真的利益，当下就得利益啊！这是无比殊胜的缘分呐！年轻，真正发心学教，发大愿心，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正法救助。啊，我还有一点余力。如果身体还可以的话，我全心全力帮助大家。啊，学佛，第一个就修清净，不攀缘，不多事。啊，现在这个社会，电视、网络，那扰乱人心啊！啊，他们有权，每一天在播放，我也有权可以不接受。啊，我可以不看的。啊，几十年不看电视，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络。
我连电话都放下了。所以我电话很少，人找不到我，我也不给别人打电话。为什么？念佛就好啊，少说废话了。念佛是真的，搞什么都是假的。看闻者得意，地闻妙法，地是用智慧心，用真诚心。闻佛菩萨说法，心无妄念，立诸口然。闻法、诵经，心里头有妄念。染污是什么呢？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是染污。这样的心。夹杂在其中听法，你什么都听不到，你得不到法益，必须把这个全放下，故曰其心清净，清净心听清净法，你就受益了。分别思量识别诸事理。以妄分别为体，乃妄于无我无法之上，而分别我与法也。这个把分别的病根说出来了。我知法知从哪来？从分别来的。不分别哪有啊？其实分别也没有。冤枉分别了，思量第七识，识别是第六识，第六意识，第七摩那，对，一切人死亡。就对事理，以妄分别为体，这个妄分别，就是无明，无实无明无实无明就是阿赖耶。本来无我无法，从莫那虚妄分别一个我，我见有这么一个念头，有我这么一个念头，叫我见。因为有我见，底下就出现了我爱。我慢。我吃，这什么东西啊？贪嗔痴嘛。我爱是贪，我慢是嗔，我吃贪嗔痴。贪嗔痴是跟我见同时升起的，确实有先后，但是它的速度太快。几乎
分辨不出来先后，所以我们可以说它同时升起。下面就执着了，第六意识就执着了，分别了，第六意识分别了，分别我，分别我所，分别法，妄语无我无法之上啊，分别我，分别法，这是我执法执。若无我，人众生受者之相，在《金刚经》上四相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这四项都没有，平等无差了，一位无别，故曰无诸分别。这是定功，这是功夫，这是菩萨了。四相破了，在大乘法里面讲，四相破了，是什么地位？其心以上，七心、八心、九心、十心。摄性菩萨破四界，我界、人界、众生界、寿者界，这四界破了，就是化身菩萨。禅宗里面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破四界，见性成佛，破四相没有，破四相在十法界。十法界谁呢？佛菩萨四相破了，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真菩萨，这不是假的。其心清净，没有染污，执着没有了，执着是呀。无住分别，分别心没有了。我们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这两个得到了。四界破。破了化身菩萨了，正知方正之知，无邪无曲。还原观上四德，第三个如何知之？知之是什么？知之是真心。是意诚心正。此地讲的方正之知，也是儒家讲的一尘心正，无邪无曲，我们通常讲不偏不邪，
无取就是不偏，取是委屈，啊，没有委屈相。这是教我们用真心，不要用妄心。邪是邪物，六道里头就不善行，委屈也不善，啊，六道里面算是善行，啊，通通是轮回性啊，我们要脱离六道轮回。善与不善，全要放下。王孙论注曰：“正直越方，以正直故，生怜悯一切众生心。”啊，正直这是方啊，啊，心正心直，大乘教里常说。直心是道场，啊，直心就是真心，啊，以正直故，用这种心，怜悯一切众生，这是大悲心，又《法华经》曰：“正直十方便，但说无上道。”下面有注解，此中所谓正实，指为说圆教之一乘妙法之本怀也。法华经，大家都晓得，祖师大德告诉我们，这是佛开权现实。佛在过去给我们讲阿含、讲方等，都是方便法，都是权术。啊，到般若才给我们讲真话。这个真话是什么？一切现象不是真的。啊，所以是一切相。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法华会上，法华八年，啊，才真正讲无上道啊，唯说圆教啊，一乘妙法。啊，这是佛出现在世间，他的本愿，他的本怀。就是要告诉你真的，但是先告诉你，你不会相信啊，先随顺你啊，假的说的多，你相信啊，真的说的少，以后慢慢假的就是慢慢少，真的慢慢多，到法华会上完全说真的。这叫正直啊！平等，无差别越平等，有差别就不平等了。啊，往生论曰：
平等是诸法体相，即是什么？即是法性，即是真如，即是一，没有二，所以是平等的。相不平等，千差万别。啊，体平等，法性平等。啊，相有差别，性是平等的。所以，于一切法，你能从相上看到性，平等心就现前。平等心是什么？你就见性了。啊，就是宗门所说的明心见性。啊，一见性，从哪里见？从相上见到。啊，一般人凡夫，相上他着了相，他见不到性。啊，立一切相，即一切法，立相就见性啊。啊，与相不分别不执着，你就见性。啊，你还是用的分别执着，你永远不能见性。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分别心、执着心就叫轮回心。你用这两个这个心生活，啊，工作。待人接物，你就造轮回业。啊，你用善心，完全用伦理道德因果这善心，你的果报三善道。你用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你用这个心，你造恶业，果报在三恶道。那就苦了啊！全是自作自受啊！清净平等是真心的啊，染污。善与不善，全是轮回心，不能不知道。啊，这底下有一句解释的：因真如周遍于一切诸法，万法亦如啊。故曰平等，所以从性上看平等。啊，佛在经上常说，生佛平等，生是众生，佛是诸佛。为什么呢？同一个法性。从法性上去看呢，一点差别都没有。啊，从相、现象、作用上看，差别很大。从体上看，没有差别。啊，性相亦如，性相不二。啊，这都是大乘经上说的。又论注曰：闻。阿弥陀如来智德名号啊，南无阿弥陀佛。说法音声，如上种种口业悉复，皆得解脱。若如来家毕竟得平等口业。
我们前面学习过29种功德庄严，平等三业都学过，所以我们真正能把心住在弥陀德号上，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心，你所得到的平等的身口意全得到了，不要再想别的了，想别的全是生死轮回，想阿弥陀佛决定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决定一生成佛，成什么样的佛？跟阿弥陀佛一样，就像前面阿舍王子们他们心里头所想的，听到世尊介绍极乐世界，就非常向往，非常羡慕，一心要到极乐世界做佛，要跟阿弥陀佛一样，这就对了，真听进去了，他们真干，最后真成就了。我们起心动念，佛都知道。起这种心，动这种念，阿弥陀佛讲堂外面的七宝莲池，就生一朵莲花。这个莲花上有你的名字。你的愿心念心不退，勇猛精进，境界不断向上提升，七宝池莲花天天长大，就变大了，光色越变越显著，将来往生，佛就拿这一朵莲花接引你。是故极乐国人，得闻种种法音，其心清净，远离分别，正知无邪，毕竟得如来平等口业。我们今天听经能不能得这个利益？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3句12个字，我们天天听经有没有得到清净心？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说分别念头少了，不再想分别了，表现出来是不是正直无邪？我们的用心对人对事对物，是不是不偏不邪？没有偏心，没有邪念。
如来平等口业就现前了。又化花可住，四月平等有二，一者化等，一切诸法平等，即中道理。一切法差别很大，八万四千法门，理是一个啊。中道是什么？一切放下，两边不立，中道不存，这是一切法的理呀。啊，换一句话说。中道理就是放下分别执着，这从理上讲的。二呢，从事上讲，众生等，即一切众生同得福慧。实际上，《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不就平等了吗？”说得更明显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众生平等啊，无有高下了。啊，下面这是念老的话：“盖为一者，平等是中道之理体，一毛一尘，无非中道，故曰平等。”啊，中道理体是万法平等，为什么？万法皆空。啊，如果我们从弥勒菩萨跟世尊的对话是非常明显的体会的，一切法平等。啊，诸位要知道，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念，这一念是什么样一个样子呢？就是我们现在变法界、虚空界的样子。啊，就是这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幕上整个的色相啊，变化在虚空间。这是唯心所现的，没有事实，唯心所现啊，它现立刻就灭了，速度太快了，我们无法感觉。啊，第二章又出来了，第二章灭，第三章出来了。诸位记住，一秒钟1600兆，所以一切的现象都是幻象啊。佛讲的是真话，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你会在现象里头会起心动念吗？不会了。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是佛陀。啊，起心动念，没分别，没执着，菩萨。啊，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
你是阿罗汉，是辟支佛。不了解事实真相，肯定会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了解了，就放下了。放下，你就入佛菩萨的境界了。第二，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同得佛慧也，故曰平等。句句话都是真实的。所以知道啊，平等是事实，不平等是幻想，假的，不是真的。这个事情佛菩萨知道啊，凡夫不知道。下面说善根，小本愿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一句话很重要，告诉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那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你就决定得生。那么善根是什么呢？我讲这些经典，我用最浅显、最容易懂的话跟大家说：善根是幸运、信解。你能信能解，这是善根。福德是什么呢？你真干，你能行，你能往生，这是福德。往生就是正果。我用信解行正这四个字来解释善根福德。缘是缘分。的人生是缘分，闻佛法是缘分，闻大乘、闻净土都是缘分。我们今天缘分具足，不缺乏。缺乏的呢，就是善根福德。我们是不是真的理解了？真的理解了，你就真信、真愿。真心真愿从什么地方看呢？你把万缘放下了，你是真心真愿。你放不下还留念，你的心愿不正。怎么办？再加强心结。深入经藏，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你就真放下了。没搞清楚，没搞明白，总是放不下。放不下，你就真错了了。我们再看，祖师大德给我们讲的《弥陀经》云：“菩提正道，名善根。”云中朝书曰：“智持名号，发愿往生。”放明多善根也，这个跟我讲的刚才意思相同。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
讲到此地啊。